完了，刘征他反击，但是你现在呢，因为没有小外援推进，所以这个整体的进攻速度运转不起来。吴英秋，好球，高举高打。咱们有咱们。再给四十五度三分球，好球！漂亮，今天广厦的第一个三分是吧？哎，第一节还是说面临国内球员和新外援磨合。石好球！好球！哎呦，打球真棒啊！哎呦，好险！打球，哎呦，手感柔和。对，这球实际挺的。打球。再来，这一看就是练的。今天俩三分了吧？可有信心了。球员通过自己的调整，给的漂亮，有点小。哎，大球还是利用自己的高度和灵活性啊。变向，好球！哇，吴英秋跟进补扣，再杀。哎呦，这球我看到阿联的影子了。没时间了，不分好球，很耐心。这是他的点，真稳啊！这是他的点，防守队员都要快。又差点丢一个大球，哎呦，哎呦，化险为夷，化险为夷。这边广厦这边压节奏了，但是你现在只领先五分，还有两分钟的时间。好球！漂亮吧，二加一，好球！这是今天广厦打了最流畅的一次进攻啊！一次进攻了，